有没有狗杂呀？我想要狗杂。这个人还在这里啊，这个老六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你说下不上班，你先来。回苍来，回茫来，你的不要打天扮涯了，是你先我打扮了，的爱，金山脚你下先扮快了。睁开，哭啦啦的歌谣你是是不最是呀、啊、表最哥精啊？彩，一路边抽边跳才是最痛快。我是那个人，他唱歌，我们要他唱在这就里要唱歌，唱他得没听最过。痛快。你是那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。我爬不出去啊，他在那里堵着我。有的唱蛇，谁先命珠峰？真气哭了，你个老六！过来救我啊！兄弟，我看你在吗？谁跟你是兄弟呀、我的，小黑，你在唱歌好吗？小黑。新的风暴已经出现。怎么能够停滞不歇？创业失控，你就是不让你用自救器，气死你了！还想用自救器，你个糟老头子！是个小学生哎，小学生今天星期几啊？星期一，哦，今天星期天，明天要上课了。他们没有狗杂呀，我想拿狗杂，狗杂，然后我用狗杂吃鸡。这波龙狮城落地十杀送给大家，这波兄弟们，我要波关注不过分吧？马上12点了，兄弟们，背包里还没有送荧光棒的，记得把荧光棒子送一下，续下牌子。
别等一下你们忘了，忘记送荧光棒，等一下又掉亲密度了，粉丝牌子又没了。怎么办卡？右下方礼物盒子黄色卡片送一个，就可以拥有粉丝牌子了。那两小时他不就是一下就过了吗？六块钱的粉丝牌子它是永久的，每天还有荧光棒小礼物可以赠送，它不香吗？先把这个操控剪一下。假车库有人，两个。哦哦！完了，我要被烧死了。看怎么看？六块钱特斯拉，我信你的邪！你六块钱抽到特斯拉，你六块钱能抽到特斯拉，我把我的，我信你个鬼！真的是，你六块钱抽特斯拉。看到我身上这是什么枪了没有？狗杂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懂的应该都懂。这波完成十四杀，把十四杀右边的兄弟们带向天台。兄弟们，我这把就让你们看看狗杂怎么吃鸡啊！
狗杂有了，这把就差一个天命圈，这把必吃鸡。不过这个圈还好，还行。全部卖怎么了？我就是这么嚣张。就算你听到我讲话又能怎么样？你又打不死我。哇，真装啊，这个主播，我自己都有点。太装了。你补我啊！你补我干嘛？你跟我自救起来呀！这是另外一个队的，我擦嘞！欢迎直发哥，能十四杀，不能吃鸡八杀。再来一把，谢谢直发哥的雪人飞机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2022虎年大吉，虎年大发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大吉大利，开心每一天，财源广进，发大财。谢谢直发哥的雪人飞机，老板大气 ，Thank you。加油，特种兵。那不是一个队的，下面是另外一个满编队。不行，我今天我必须拿狗杂吃把鸡，我不信。我不信这个邪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把打完就可以去待命了。妈了个巴子，我就喜欢打工，怎么了？我就喜欢打工，我喜欢吃鸡屁股，鸡屁股香。
哎，这是什么鬼？姚先生，姚先生。姚先生，差1000多15级，六百。你们说前面这四个 B 有没有枪啊，兄弟们？操你奶奶！再来一把，兄弟们，最后一把单四，打完这把单四带命去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快递精英，你这个人怎么能发这种弹幕呢？你侮辱人是吧？还好我现在非常的克制自己，不要捶桌子，要不然这个桌子早给我捶坏了。这要是一年前我的臭脾气，这电脑桌直接我给它捶坏。
你敢来锤我吗？啊，前面的锤我，我求锤！没有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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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枪。我靠，一点药都没有。这个逼有点狗的吧。哎，有雷。哦、oh, nice, 我有药啦。宝宝巴士，狗杂狗杂狗杂，我要狗杂狗杂狗杂，我要狗杂，给我狗杂，给我狗杂。
机部。不准救！不准走！有没有麦呀、啊？打开麦克风与我交流。你是小哥哥小姐姐。这么好的，泡泡这么好的，可以杀了剑狗，杀吧杀吧。刘叉阿叉，格局老太好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惨了！不要上来，我打个药。不准上来，等我打个药先。别来，打个药，中场休息一下。妈了个巴子的，我的狗杂没了，我的狗杂呀！我的狗杂！我要我的狗！齐天大圣，孙悟空，兄弟，这没打得过。谢人傻没钱，只干看的办卡。怎么回事呢？还有绝世美男子，开吧，小王。Hello， 屌毛。确定，确实挺美的。你他妈 Hello 屌毛？谁说的？不知道。这个小黄鸭吗？小黄鸭。不能不能，闪个右边。那是什么？老
饭呀，不能吃辣条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买了60块钱的无骨鸡爪，又买了40块钱的那个什么脆骨，我他妈抖音一直刷到那个脆骨呀，然后我就买了。没刷到过，可能是因为我天天刷吃的吧，然后他妈的就每天给我推吃的，买了200块的奶酪棒，60的鸡爪，40的脆骨，然后还有，哦，我还买了那个炸酱面，还有螺蛳粉。你不是螺蛳粉吗？可是我看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好好吃啊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我不加那个臭臭的笋，是不是就不臭了？你不加臭笋，你还有灵魂吗？没办法，我他妈的不爱吃螺蛳粉，但是他们看着好好吃。我还买了个锅，打算。我还买个锅。买了个煮水的锅，不是煮面的。什么回音啊？花了好多钱，好难过。明天就赛季更新了啊，不是赛季。明天就可以刷新我的牌子啦，我就有试牌啦。你是每天打通讯吗？没有，我的号没办完，我的号把 CC 打上6000分之后，我就不敢打了。明天新赛季啊？没有吧？没有新赛季吧？明天？我还以为要去龙西城呢。嗯？走啊，去龙西城啊！去龙西城啊！没有车呀。我有一个双人跑车。你把书放在哪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现在去啊，他们都打。哎，这有个雪枪。快来，我有雪枪了。人在哪儿啊？今天的影。今天的隐藏任务就是拿狗杂吃鸡。刷新牌子，刷新什么牌子？外面的小房子。哎，他在干嘛？哎。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孔明灯啊？可恶，他有孔明灯，还不是孔明灯？他坐孔明灯走了。哪有孔明灯？你问一下四号哪来的？地图上有标的。有标？哦。哎，这。这孔明灯，我需要弹夹。你要做吗？你要做，我删了这些。小王，过来开龙。做吧。没人吗？吃鸡有什么排名啊？那个四排的吗？四排得分王那个。不
过来啦。哦。你等会儿我。喜欢玩那个，停一下。干嘛呀？太慢了，这个东西，不下去。这滑板不能坐人，你只能蹲上边。皮小林，你打不打？不打不。你自己讲。你不打？不打。我还想让给你打呢，你不要我打吧。你打。有龙有龙，那个钟楼有人，松楼。我看到了。走走走，直接冲 ，Come on！ 你们广西的。走吧，小王。你不要被，你不要被我抱哭啊！完了。大船，大船，大船。啊，你救我吧，你救我吧。背包里边收，背包里边收，那边就。输了呀！停停停！刹车！他有人在那里五 C 吧？有人在那里五 C。啊！他淘汰了，没有没有普通吗？上面坐上，坐前，坐前面。另外一个队友呢？爬哪儿去？不知道。过来了。太重了。这里需要我们上需要我们走路过去。又来一队，又来一队。我们在路上面。我们摸他屁股了。在哪？我打的好像没卡，站这边的。哎，没卡住啊！哎，我又卡了。他用的是，我们队员。P90伤害是不是被低被削了呀，兄弟们？感觉P90伤害怎么这么低呀？你等等我呀，你等等我。掉空投了。带带气，紧急呼救器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等下可以直接起飞。我可以起飞？哎呦我妈呀！你别吓死我！走啦走啦走啦！
还有一个人。你不走啊？找把枪。找把枪，没枪呢。找了。哼哼，做龙尾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实行 A 计划。你真的坏呀！我发现你好脏，下吗？我操！我的天！他卡在那了，那个龙卡在那里的。哎，有人！在哪里？你已经打过去了，你他妈又摔掉了，在哪儿？给我点。给我点。哎，耳聋。谢谢小宇宙的办卡。现在是那个一号对线。别补我这人。你妈的呀！操你妈的！是大傻逼！操你死妈！你穿裤衩！操你妈的！还一个不出来了，走吧。臭傻逼！面对谁在骂人啊？谁在开麦啊？你捡那个紧急呼救器了吗？我以为是我队友在骂人呢、啊。我捡了，那我把这个掉了。不是我队友啊，我以为是我队友在骂我呢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以为队友在骂，队友在骂对面的人，是别人在骂我啊。六倍信，六倍信。接力。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。我有六倍信，你要不要？我先要把 AK， 这还有一个六倍的。哎，说 AK 知道。说吧。OK 的。等一下，我得要点点东西。上来打药啊！上来打药啊！没有，我背包嘛。怎么换了件衣服？换了这个衣服，这个帅。呵呵，好丑啊！个屁！你都不懂得欣赏，真的丑，给截图给你看。哪里丑了？这么帅，配上你的头，再加上这个妆容，就很丑。
光荣，你还能看得到自己的妆容。给你看，我发你了。我阴道是反光的，看不到。哼，就是，不然我老是拉到菜单了。凯因老师，凯因的访问就拉不到了。我要煎把狗杂。对啊， 我看了呀。我一定要吃狗杂鸡。哦。啊！你是故意的吧，这个小黑？这个。这个人好，倒一个，倒一个，上面没人，上面没人。我都没看到他的黑发是哪。在我们隔壁。打，结果他一枪都没打到。多人了，一队。满多点两颗烟。他饱了。他饱了。死完了，死完了！牛逼牛逼！走吧。在哪儿呀？在那个小车库这里，狂飙。我看到他了，我操！狂飙，狂飙！好恐怖啊！把我头给吃掉。走啊！直接送过去。妈，这个贱狗在打我！我没有关系，我给你个电脑吧。四号，你走不走啊？我不走，没事。四号在对狙。你居然还有三指头，我操！一头都会被打爆了，妈的！在哪呢？在右边，右手边，你看吧，狂飙那个位置。狂飙。在房顶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两个。我们在这里打。三个，我操！来，三二一，走，上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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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王，走了，小王。这妈怎么狙这么多枪都不死啊！我靠。嗯，我没看他是敌人。我拉扔个雷啊！我扔火，我把火。你看，楼下按楼下。哎呦！死完了。没人救下他，我先放个烟吧。我的钱包填的快没了，没有，我他妈天嘛！啊！我靠，这个逼在这个一楼没动，我以为他在二楼呢。四号，他在疯狂冲。可恶，他们怎么没有三级包啊？有，被我捡走了。
真可恶。我给你。这有一个自救器，我这有一个自救器。自救器。这自救器会失效吗？不会。里面还有个八倍镜，要不要？不要，没有狙。扫吧。我感觉这把要吃鸡了，虽然我没有伤到人。嗯，这东西耗很牛逼。走了，小王。我捡不起来了。完了，我就四发子弹了。你怎么没捡子弹呢？不是，我没给他装上去，我捡了子弹，没给他装。四号不跟我们走了，四号直接自己走了。哎哎，哦，他妈的！我操！俩车摇起来了，我操，好他妈重！我怎么没看到呀？我们260这里有个集，有个小轿车。哎我操！别追我！我操你妈！在前面。队友要。四号在讲话还是一号在讲话？不知道。别追我呀！我操！一的。左边有个空，有个车，看到没有？不知道他在讲。哦，是。我们打不了人、啊。哦。哎，四号没上我的龙啊！没上，他自己开了那个就走了。前面有人。嗯。妈的，我这四发子弹，别给我放下去了！别给我放下去了！完了，我操！没事，我在上面给你架。来车了！快上龙！我跑上去了。你出来，我给你架枪。在哪儿啊？你随便找个围墙。1v4了，看高手怎么操作的。他杀16个了，一般这样子角色是黑黑的，都是有点实力的。那我得改成黑黑的，你改成黑黑。你再挂个大棉袄。我他妈装人机去，他们打我，他们你们打他们。哥哥。奶丝、啊，我、好牛逼的感觉、啊！妈的，高手的那个对，这边都是晃来晃去的。可恶，这都没打到。打到了一点点，打到他的脚后跟儿，真可恶啊！这狗东西，让人打在一辈子打不死他。我本来还想自救一下的。妈的！他为什么要跑出去啊？对方，因为他，我靠，他好牛逼啊！我靠，什么时候能这样啊？哼，你下辈子这样好了。嗯。
现在杀17个，你打到现在是三十，开始打到现在你杀了。我打死他，我需要瞄准镜。没他一把人头多。笑死我了。哎呦，我没有给你加到枪。没有关系。为什么我想脱口而出一只脚步？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啦。我看你操作也是一样的啦。那不一样，我更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吃鸡更好一点。没事，你吃鸡了，我们就直接飞上来。完蛋了，我没捡子弹。没关系啦。没有捡子弹吗？对呀、啊，子弹忘捡了。捡一下。算了，我直接进圈吧。那圈中心跟他应该是有缘的，我直接去圈中心算了。你是广西还是广东？啊，老表。你广西还是广东啊？你怎么不回我？都不理我。嗯，他要闭麦操作了，又是一 v 四，哎呀，没办法了，他们人太多了。他在辅助。啊，西吧，他差一滴血，我的妈呀！没办法，他一个人，他一个人打倒这么多个，我靠，真他妈牛逼，我操！哎呀，好难受啊！他就差一箱了，丢！他能打完这一把？他就差一滴血，差一滴血了都。那我去再招募一个。难受，难受，就差一滴血了，没打得过。等你个鬼，我们开了。你这很牛逼了，你这牛逼。啊！你们舍友要来呀、啊，叫他直接退呀、啊。他不来，他在打王者呢。那我们几颗星了？他现在比一个。不知道，他不打排位的。他不打排位，他打王者荣耀干什么？他打人机对决。一般。因为他的排位是我们在帮他们打，那直接开吧，匹配一个算了。不行，我们要招募，不然你招募杀多少？对啊，刚刚那把，那要是有个队友在你身边，对啊、你被吃鸡了。对啊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在我身边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也可以的。不细的哇，不细的哇，那你还是太累了哇。不会，来吧来吧。心不忍哇。没戏没戏。开呀表妹。有戏，没人进来了吧？有点奇怪了哇。可能去。老表，你到底？可能去你，可能去你们的要求太高了，所以没人进来。我要求不高哇。哈喽，有麦。你广西还广东啊？为什么不理我？你来啦。我是海南的。海南的，海南是哪儿？海南三亚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海南是广西还是广东？不像哎。海南广西呀。你把那个招募给你把招募给撤退了，你不是还有个室友要来呀？怎么退啊？你把黄酒给我，我来教你怎么搞吧。我已经，我来教你怎么搞啊。你室友来了没有啊？你室友。我室友来了。让他快一点，我已经，这个人啊。饥渴难耐了哇。这个不是你室友吧？这个王牌的。这是我室友呀。哦。怎么王牌就不是我的室友啊？我听你说他，我听你说他不会打白位，肯定和平也很菜耶。
你要干嘛呀？开烟。他等他一下，他呀。他还要换个衣服啊。人带拉把。人带拉把。衣服。等他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件太丑了。等一下，你换了衣服也是让人扒衣服的。开吧，开吧。0.3啦。0.30了，他妈0.39了。没事的，你再创，再创记录，再创新低。赛季初0.28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加油，特种兵！打完这把，要是一个人头都没有，我就回0.28了。谁呀、啊？三号啊？二号。等一下，让你下个鸡哥，下个鸡哥就 OK 了。你那个动作，快快快快快！哪呀、啊？什么动作？来了来了！哇，等等哇！咦，反了！你重新点一下。可惜啊，我绿色的地不够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跳舞新世纪啊！为什么呀？冰雪赛场。冰雪赛场很多老六的，没意思。要不我们直接去龙溪城吧？去龙溪城，去龙溪城。去龙溪城，龙溪。其他地方去龙溪，我们就这么糊了。我们去 L 神开车。L 神开车，开车。不会的吧？他们好像都去那个冰雪菜场。去冰雪菜场。看我，笑死人家了我。有没有人啊？看这旁边有没有人？没有，没人，没人，没人。没人啊！你去开车，把车开出来，我去解码先。我去解码先。好了，走吧。完蛋了，没有车，车库是个三轮车。这么惨，我。走吧，我带两个先走。你有先走，你们。你有车吗？那我跟你。快走，快走，表妹，快走。哎好，走啦，哎好，你还在那收。等一下，你去龙溪城，等一下一下去就嘎掉了，你还不走？算了，你收吧，我先走了。你要老王，你要那个西浩写你。西浩写你。我跟老王先走了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们开蹦蹦车吧，蹦蹦车安全一点。你叫他、啊、老表，老表，老表，这么大了，老表，快点上车啊！快哪呀、啊？开始喽！哪、啊？我操！我他妈停在你们外面多久了？怎么上车？前面有烟雾弹，看到没有，表妹？正前方。哪里啊？前面、哦、但是他要开车，他要开车，他想开车跑，快打他，快打快打，打他打他、哦、nice， 你看这不就 KD 宝速了，是不是？要跑 KD 的是三号。我都无所谓，前面，没有关系。没事没事，不要关，不要关。快下来，快下来，快下车，快下车，下车。有危险！哎呀！你他妈！
我先爬这边，他们在我们这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亚猫，你先躲着，你躲车后，不要被他补了。倒一个。安娜，还是你救我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阿狗杀人了。我先救你。还有一个在厕所那里救援，直接冲！表模，你们开车直接冲上去，开车！我第一把手枪，他妈的！七号，你小心点哦，七号。Nice， 可以。Very nice。我手枪打到了一个，哈哈。他们的车换了，换车了，他们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我没有子弹，抢我一记。走，肯定需啊。可是我没有枪哦，放不点哦。还好这里有两块石头，要不然你就完蛋了，老王就死了。对呀，老王就死了。一号多大呀？一号，你问我多大干什么？好奇呀、啊！你要是要给我介绍女朋友的话，我就可以告诉你多大。你要是不介绍的话，那就不告诉你。介绍啊，介绍啊！我这边一堆单身优质女性，多大呀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要骗我！我这个人很单纯，容易被骗。真的。我20岁。我那些朋友都13、12岁的，你介意吗？那算了吧。走，我们上去了。你也是吗？你是不是要把你妹妹介绍给我啊？你想当我？我被偷东了。你想当我血啊？你这个糟老婆子有点坏哦。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居然想当我血？包括吗？当朋友。当朋友。很包子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也拿你当朋友。哎呦！过来，五克龙。我没被收复。太大鸡，你要吗？什么？大盘鸡啊！我来啦！我这里有物资。过来，表妹。多点人的话，物资就回一点。那我们来喽啊！快！有脚步啊！鸡哥！哥！哎好，你不搞啊？在那个球那里啊，球那个发光的球。嗯，在哪儿啊？发光的球，你右边阿西。阿基来我这儿。阿基，你快点啊，阿基。阿基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！哎呦，好难受啊！啊！我有他们吧？哇，四海一气，五龙成功！啊，你都不给我留点儿？啊，这个。
哎，你别在我面前。大波驴阿基一百五十花的，你捡那个大波驴。大波驴。哪儿啊？你们怎么又开始打了？你打。有物资了。这个七号他一个人在这里闷声发大财，他把坠毁的都捡了。闷声发大财，哦。干嘛？你玩不起啊？够傻！你居然连你队友你也杀！你这个狠毒的女人。你他妈是小学生吗你？你到晚炸队友？对呀、啊，你是小学生啊，怎么还炸队友呢？你怎么敢炸表哥的哇？小神的。你炸他吧，不要炸我。走吧。这一把我就要用狗砸吃鸡。哎呀，我的口。我没有护乳机啊！快来喔，等等我喔，表哥要走了。小学生走了，小学生。不要这样喔。走啊！一个年轻人没有药啊，没有药了吧？我有，我有。你要什么药？我想要，不知道，我想要。有，我有四个，我想要什么药？给我来五瓶普通药啊！你给我来，给我来五根肾上腺素啊！肾上腺素啊，丰胸针啊，丰胸针我们有。丰胸针，这玩意叫丰胸针啊？对呀、啊，丰胸针啊。没听过，我第一次听。你能不能普通话说标准一点？我们不知道是哪几个字。丰胸针。丰胸。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，听懂了，听懂了不？我们去哪里哇？先竞选，竞选我喝瓶可乐先。你要不要药啊，老王？给我来止痛药吧。来来，给你来一瓶止痛药，下面。止痛药。走了走了走了。你捡到了，走了走了，没在圈了，先进圈吧。进圈给你吧，他就给一瓶，他妈的好小气！我给老王的，你捡什么？真的是，我也没有、嗯。你没有，你不说，你一说我才给呀。你们，那我把我最后一瓶给你们吧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地上，地上，下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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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瓶止痛药，我没有了。哎，止痛药。给你一瓶可乐吧，我还你一瓶可乐吧。哎，这有个包儿。前面有烧空，看到没有？烧西空头。看到了吗？烧空。烧空。哎，这里还有个孔明灯，你看孔明灯。这不是船吗？船？你家船？孔明灯？你家你。船。你家船上面有灯的。不是飞船吗？那是夜气球。孔明灯，这孔明灯呢？夜气球。这不是这个夜气球啊，你都不知道。你们打起来了。哪里啊？我们先去捡超空吧，烧皮空头比较肥一点。行，我们去捡超皮空头。哎呦，笑死我了，真搞笑。你才搞笑呢。
你笑什么阿基？哎呦我的我的喉咙好难受啊，我操。操控在哪里啊？是不是在对面？不知道呗。要不飞到顶上去，在这堵着吧。哎，不行，没那个。这个上不去。能上，怎么会上不去？哦，操控看到了呗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么远？没有，是我标歪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啊，被淹了。你在这打吗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完了，下完了。我们直接去他们那边吧。架了个渣男，把百米打到了，见过百米。啊，这个坡这边，他们在坡这边。我好牛啊！我们下面，我们下面，我们下面，小心。行。倒了，房子在哪？我哦，坡上的树后面还有。倒了。洗完了，洗完了，点标洗完了。那洗完了，洗完了。三级包，我觉得。哎！还有人。哎，这边。老六。虚后，虚后，虚后，虚后。洗完了，洗完了。我还想拿苹果过。小学生，你死了，小学生。被老六阴死了，好惨啊！彩色玛莎。谁来开一下？我开不来。不开不开。你不叫屁吗？袭龙啊，袭龙，有无袭龙？为什么不袭龙？无袭龙。无袭龙。这里这里，表妹，我这里有三头三下，过来快点。不要了。走了，老王。还在舔，还舔。走了，老王，再不守狂花晒凉了吧？你还舔？走了，老王。老王。掉哪了？我在这里。好了，来了，别再吹了。他壳子里有丰胸针，你们捡了没有？捡了。可以，老王给自己扎了一根丰胸针。哎呦，太搞笑了。你们是哪里的？听你们这个狗音是不是浙江的？你这狗音，他说你这狗音，浙江还有口音啊。你那肯定有啊，江浙沪那个狗音都是有那个味道的吧？那为什么我们江苏的不是上海的？我们是台湾的，那讲什么？你讲话好机车哦！对，你讲话很机车啊！收，上龙。上龙。就是给我们放到那个煤气罐上。煤气罐呢？你想上天呢？哦，那个不叫天。你想上天？你想上天呢？你要上天呢？你想上天呢？这个前面有超高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都这么回来还要点呢？没有啊，想发明啊。天，这么回了还要点呢？这里有人，看到没有？
哦，看到人了，太搞笑了！哎呦，我操！我操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写完了，我刚刚忘，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下来，阿基，下来，阿基。啊，他们还有金马王，我来救阿基吧。赶紧去找宝，我听不见。你真牛逼，老表！走，上龙。等等我哦！等等我哦！我还没填过包呢，包在哪？对啊、我们那个机证有人走，机证的操控跑了，你还不去写呢？我们都这么肥了哦。挣钱筐。挣钱筐。还有个金马，我不是金马吧？在下面。上面。嗯。哎，吓死我了！吓死我，可怎么？金马打的我。小心近点，还有人。在中间那个房间里。哎呦，车开过来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等他们两个打，那个打完我们再打。过来了，跑过来了。原点有车，哎，他在二楼，他二楼看到没？在我下面，我下面有人。我就说我怎么滑不动呀、啊？你给我堵着了。这怪人了！我卡了，怎么一直走不动路啊？在我下面，扁魔。你过去了，那边有一辆车开过去了，那边两个鬼。我就说了吧，没事没事，不用管我。你没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？为什么没扔进去？给我个门，给我个门，给我个门。我看一下我有没有，我有一个。风暴开了，怎么？我已经跑了，你们，你跑。等，小心对面有人，小心对面有人。我靠，那边有辆车开过去了。那个人好像有急救器，我点一下。他有急救器。但是每次一死就被秒补哦。走。我捡了九个烟。收收收。我拿着雷完了，空间背包不够，我。没事没事。挣钱筐，挣钱筐。挣钱筐。几个人吗？几个人？打不过怎么办哇？你有脚步声，我靠！死了，解完了。没对的我，没对的我，牛逼我！哦，他妈牛逼呀、啊！天哪！那个前面那个平房幺三幺四零那里还有人。捡捡子弹了，捡捡子弹。走啊，扁猫！我想点出人了。来了，表哥，来了，表哥。你有几颗雷啊？我一颗雷。你很怕，我捡了两颗。
哪儿啊？倒一个。在哪儿啊？一共两个人，一共两个。起完了，起完了。牛逼牛逼牛逼！哈哈哈哈哈！两颗雷。还有六个，六个去掉三个。哦，他还有。他还有那个大虚哦，这个屌毛，哦那个，信号先，我去开车，我去找个吸烟车。这里有一个那个火箭少女头儿，被我拿走了。你记得我，我很受苦，担心，看着我。你是不是把我手榴弹走了？狗东西！没有啊，捡了两颗。小学生他怎么走了？小学生，他打王者荣耀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他都听得到的哇。他怎么听得见啊？因为他在我边上。他俩在一块儿的。你没戴耳机呀、啊？我没戴耳机呀、啊，我听不到。没事，小学生他不会骂我的。他会骂的，你居然听。难怪我一直都没听到小学生讲话。小学军有空投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空投在那边吗？不累。那我打把虚吧。哇，哎，我这个有150发子弹，哎 ，amazing！ 对呀、啊，大波驴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大波驴150发，好牛逼哇、天上掉了个烧空，烧空，开始听哦，我们刚打，禽兽打我，什么？吓死我！我他妈一点钟了，我操！我们打着打着一点钟，已经一点了。你刚刚说一点，你刚什么一点？哦，我不打了。在哪打我们？打你！在240，240。240，让我捡个图片。让我钻了吗？倒一个，牛逼呀！我操！别说了嘛，直接压过去。哎，算了。倒两个，倒两个。你先架住我。走走走，上车上车，别摸一走。贴在哪？贴在哪？我们在哪？嗯，哪打的？我、嗯，枪是你自己、啊。哎牛，吃鸡呀！我说了，今天必拿狗砸吃鸡。让我来点点吃，等我。我透烟把别人穿刺的，开玩笑。你们看我屌吗？
能十四杀，能吃鸡，能八杀，三个左边。那些说我拿狗杂吃鸡送飞机的人呢？谢谢阿佳佳的108，阿佳佳的心心相印。小猫，我不打了，你们打吧，加个好友，下次玩吧。我不走了哇！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你们打吧。你们平时看不看斗鱼啊？不看斗鱼，我们看那个虎牙的。哦，那你们微信电竞知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。你小程序搜微信电竞，然后有一。就可以看，也可以看的吧？什么？你是主播？小主播，小主播。你现在在直播啊？对呀、啊。多少人呢？直播间多少人呢？就几个人，都没什么人关注，还想要你们点个关注呢。OK OK。你们要是可以下斗鱼，下个斗鱼不行的话，就直接微信电竞也可以收的吧。嗯 ，OK OK。可以可以，下次有空再玩，拜拜，祝你们吃鸡。表哥再见，表哥。拜拜拜拜。没有斗鱼没关系，你可以微信电竞是吧？你总有微信吧？哎，上了王牌之后的妹妹好少啊！我觉得上了王牌之后都没什么妹妹了。Hello， 有。还是皇冠的妹妹比较多一点，上了王牌都没什么小姐姐的都，小姐姐都在皇冠。Hello， 能不能陪玩？没钱。需要陪玩吗？没钱。没钱能不能打一把？需要陪玩。你啥段位啊？白嫖，不是我得总知道，我得总知道这个妹妹的技术能不能带我飞，是不是？那我能，那不能等一下她是陪玩，然后我给了她钱，然后我还得带她吃鸡吧，是不是？那我点你来干嘛的？你总得让我知道你的技术怎么样吧？你技术等一下还得我带你吃鸡，我又花钱，我还得带你吃鸡。嫌弃我的话，你们就别退呀。小弟弟，我跟你玩，小弟弟。可以可以。我们可以。我们打海岛啊，小弟。没事。啊好。终于到了一个好人耶！一小人哎！你几岁了，小弟弟？我一年十。那我开了吧。对了，我开了。十岁了。人家可是很富的。哇，真的？那你明天不要读书啊？都是苹果手机。你这么有闲啊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加油，特种兵！等到我16岁的时候，我要给你5个手册。
你要给我五个手册啊！等你十六岁。你为什么要等十六岁才给我手册啊？因为我现在我的那个密码我不知道呀。你那你十六岁你也不知道啊？我十六岁的时候我会自己找一个。你自己找一个，你自己找一个，你没钱。我就给你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里面有一声不换，我们能不能自己改呀？可以吗？一号啊，你要叫大哥，你要不叫哥哥也可以。我们跳这，我们跳这，跳这，跳这个坡绳。哪里？坡绳，坡绳。可以吗？你们能不能保护我？你跟着我走，你要是害怕的话你就开全麦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急不急到？你几岁了？我几岁啊？你觉得我几岁了？不知道，快点说了。你猜一下我几岁了？猜不到。你猜一下，你都还没猜你就说不知道啊。六。我十六岁啊，这都让你听出来了。我未成年。啊？不好吧？那你等下把微信发给我。早两岁。那你等下把微信发给我。给我。你姐姐，你姐姐多大了？小两岁，你多多大了？小两岁，你姐姐十四岁啊。什么？你姐姐十四岁啊。嗯。十四岁算了吧，我等你姐姐长大以后再说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姐姐很好看的、哦。你姐姐很好看啊，等她长大了再说吧。长大再说。你为什么不要啊？等你姐姐长大再说。你明天不用上课啊，你在这玩游戏都快12点了。我每天都是五六多点睡觉的，我又不怕。你玩东西啊吗？你五六点才睡的。嗯。你太晚睡，你会长不高的哦，到时候你就只有1.2米了。我可是很高。你爸爸会不会？你爸爸会不会请你吃竹笋草药啊？什么呀？竹笋草药很好吃的，就是那个衣架子草药啊。那个难吃。难吃啊，你吃过啊？难吃。你每天五六点才睡觉，你爸爸应该会经常请你吃竹笋草药的才对呀、啊。这里有 MC 小弟。我这里有物资。MC。等到我十多岁的时候，给你好几个手册。给我好几个手册啊！你有没有钱？你给我手册。嗯。等到我很大的时候。你很大的是什么时候啊？是多大、啊？是我读
黑就是读到初一那些的。初一你就很大了。那你在班上有没有喜欢的女同学啊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在别班，我们隔壁班有。哦，你喜欢隔壁班的，那你这个可以吧？自己班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吗？走了吧，小弟。我等那教室。上车，小弟。门口说：“妈牛逼呀，今天采访好好。”走了，小弟，上车了。这么服啊？这谁变的？我变的，喜不喜欢？一般。喜欢啊。可是。可是怎么？我的哥哥好奇怪。什么奇怪？因为他的肚子上面有八个包耶。八个包是什么？你哥头上有八个包啊？不是，是肚子。我还以为你哥哥是个秃头呢，还有八个包。他肚子有八个包，他非常的。打他！立马就打爆。Nice， 那个上面还有。小弟。小弟。我会给你报仇的，哥哥会给你报仇的。我会给你报仇的。这么厉害你。这么厉害。真厉害。哥哥都说了会给你报仇的。为什么我的那个哥哥肚子上面有八个包啊？他是不是生病了？这个逼是不是变声器啊？我有点怀疑了。会不会传染给我呀？嗯。这个逼我怎么感觉是个变声器啊？我擦嘞！你肚子上面有没有八个包啊？嗯。有没有啊？妈了个巴子，现在他搞个变声器出来给我整怕了，等一下这要是这个变声器怎么办？那我不就上素材了？呀。啊，干什么？我哥哥肚子上面的八个包会不会传染给我？不会不会。你等一下打完这把就去睡觉就不会了。会不会很严重啊？不会，你打完这把赶紧去睡觉，明天要读书，然后就不会了。这是我哥哥肚子上面有八个包，还硬邦邦的。啊！前方有危险！打一个，哥哥以后是不是就会生病啊？小心哦，小心还有人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为什么那八个包要叫护机呢？好奇怪哦。小弟弟。为什么你要笑啊？
那个这里还有人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嗯。哥哥，那八包是什么呀？嗯。这个比我怀疑是变声器兄弟们，我越来越怀疑它是变声器了。是什么呀？他老是嗯嗯嗯。你想一下，正常一个小孩子，他哪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习惯？说完一句话就嗯。他老是说一句话他就嗯一下，这是语气，这是习惯问题，一般小孩子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习惯呢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笑？我被打倒了，而且正常小孩子他不会揪着一个问题一直问的，你就跟我讲一下呗。你多大了？我现在十岁呀。你十岁零几个月啊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啊？那你是几岁生日啊？我几岁生日？你十岁你属什么的？就有生日了。我七岁时就有生日。你属什么的？我属蛇的呀。你属蛇的十岁啊？真的假的？你别骗我啊，属蛇怎么可能是十岁 啊？你搞错了吧？你说是十岁啊？你属蛇怎么可能是十岁呢？那不是十岁，是九岁啊。属蛇几岁啊？没错，是十岁。我写的岁数是那个。那你今年过生日了没有啊？今年没有啊。啊。上面有个人机。嗯，活的。好厉害呢。指完了。哟，你有没有八个包啊？我有十个包。啊，那你不是很严重吗？还好吧。那你有十块腹肌。腹肌是不是好东西啊？还可以。是不是好东西？很搞笑，怎么说呢？老表，这个是你弟弟还是什么？你还是匹配的？三号，这个是你匹配的还是怎么搞的？匹配的呀。对的，匹配。你为什么老是要问别人的有几个包呢？会传染给我的。谁跟你说会传染啊？不是传染了，六个，我的爸爸是个教练。这个 AWM。
你捡你捡，老表我不打，给你打。我也不打。你们为什么都不爱玩 AW 人物呢？给你打啊，留着给你打，留着给你打的。我一瞬间。这爱好他如果是变声器的话，那他肯定是个娱乐主播。你看他死了就在这聊天。这是什么车呀？嗯，跟我大阪一样。劳斯莱斯是什么车呀？大阪说劳斯莱斯是好车。你喜不喜欢劳斯莱斯？前方有危险！那你倒一个。我没这样跟你说过啊，我没这样跟你说过啊。来了，下面打两个。你喜欢老师的吗？大钱老师来的太清新了吧，有雨伞耶。我小时候还以为那辆车破洞了。谁完了？爱的队友耶，你对了，你淘汰八个人。你可以当无一大神了你。你们觉得这是个小孩子吗？我怎么不太感觉他很，不是很像个小孩呀、啊？他越说，我越感觉他不像是个小孩。几号？干什么？几号？劳斯莱斯是什么车呀？劳斯莱斯，你都知道这个名字，你不知道是什么车啊？没错啊。没错啊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听我阿爸讲，我听别人讲，我家这辆长长的车是劳斯莱斯耶。啊、哦，那你很厉害哦。为什么要这么长的呀？车库都停不下去了。开劳斯莱斯的人，你为什么要说我很厉害呀？因为所以科学道理。嗯，为什么呀？你看他说完以后，他就会嗯嗯。小孩子应该不会有这种习惯，不会有这种说话习惯。像这种说完话之后。他带一个同音字的时候，那一般都是习惯性的。但是我觉得小孩应该不会有这种习惯。你觉得劳斯莱斯贵还是普通轿车贵？无语了。我觉得普通轿车好看。
这个 B 50%是个主播，开变声器的主播，还可能是个娱乐主播。老师来是这么惨。哟，这里也有人。那边小宽口，就是那边有个头，这么厉害吗？准备冲吧，我冲了，我操，牛皮！死完了，牛皮！就这么厉害？你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，你还装什么？我都知道了，你还装？什么？我说我都知道了，你还装？装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装什么？那你还说？你知道我在说你啊，我又没说你装，我说的是别人。在那边，早就看到他了。安慰剂不好对。你喜欢玩什么枪啊？以后你每日箱都有限量款皮肤。你家很土豪耶，走吧老表，这还有事，走。这个 B 100%，小孩子哪怎么可能这么晚睡啊？小孩子他要这么晚睡，他家长也不会坑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多久？